Hello，Hello，耶，姐姐耶！哎呀，你个妖精，你又来了。姐，怎么样啊，姐姐？啊，我昨天想到了一个很深邃的问题，我想问姐姐，你说吧，说吧。就是，姐姐，我就问你啊，你别生气啊，我别生气，你说说。就是我想了，人类它进化是不是从？不吃就是从吃生肉开始到吃熟的，从开始吃生菜，然后呢到吃熟的。不是熟，是那西么呢，欧熟，我不是西欧熟，知道吗？啊，你幼儿园你有熟上菜过啊，然吗？后幼儿园有上什么？吗？我说你幼儿园有上过吗？不是西欧熟，是西没乌上过。熟。熟，因为我从小在蘑菇屋长大，就是都是山野精怪叫做没上过。然后呢，就吃熟。那姐姐，我想问问，就是咱们人类进化到如今，现在能有很多种烹饪的方式，那姐姐呢又返璞归真了，那是为什么？就是那您的进化有意义吗？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意思是说人类的进化已经到终点了，对不对？就是以我觉得您后，的进化就是一，就我不现咱们现在人类的发展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觉得我就就是问你这您个把问人类，题，你先回答，就是你认为人类的进化已经到终点了，以后永远不可能再更好了，还是说现在还没到终点？我觉得现在还没到终点，对呀，但是那姐姐不你完了吗？的终点是。那这谁知道呢？对不对？你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对吧？姐姐，你刚刚吃什么了？没吃什么，就吃了那个照片里一大堆那些东西。姐姐，是我今天刷的少吗？我感觉你有点就是没体有。虚啊，就不不是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因为你刚才问那个问题很严肃，然后我就以一种，既就是非常幽默的方式，然后回答了你，但是你 get 没到我的那个点，你没 get 到我那个点，所以就是你就觉得我过于严肃了，我那个严肃实际上是在掩盖一个巨大的幽默。懂了，姐姐很好，深邃的问题，好，那姐姐咱们还聊吗？不聊，咱们就让下面的人继续来。都行都行都行，我怎么觉得姐姐你不太想跟我聊呢？今天没是有我帅没有吗？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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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可以聊啊，可以聊，你想聊咱们就聊，你不想聊就不聊，都行都行，我愿意跟你聊。昨天那个胃好了吗？我属牛，有四个胃。你今天别恶心我，我现在只剩三个了。这牛真的有四个胃吗？你准备了什么文案吗？我没准备文案，有文我为案什你么就准备文上，案呢？有文案你就上。我没有文案，我好。能有什么文？好吧，咱们就是随缘，咱们都是随缘吧，好好好，咱们这段缘。行，这为什么穿这个就是斑点的裙子呢？这个颜色跟那个圣诞有一点联系。泰国过圣诞吗？泰国不过，咱们国人就是没事乐呵一下呗，我也就是凑个热闹。这个也是圣诞主题，这个也是圣诞色彩。你的笑点是不是负1万？
姐姐，我真的就是对姐姐充满了无比的，我觉得到这直播间大家都是为了图一乐呵，对吧？嗯，对。那我刷姐姐我连麦，然后呢，我消费了，姐姐跟我连麦，然后就图一个高兴。那没花钱的别给我评论。你把我这变成商业场所了。不是，咱们这是那个就是交流嘛，就是咱们的精神的共鸣。啊，对。我以为是在交流，但是我听你说你好像在消费我。啊，没有，我没有消费姐姐。嗯，好吧 ，OK， 好，那就先聊到这里。好，姐姐帮我那个帮我那个，我一点都不尴尬。好，拜拜拜拜拜。